小 Timo， 怎么啦？叫我干嘛？为什么在美女丝袜里面看到冯 Timo 的照片？有很多就是有很多不良的那个什么小编啊之类的网站，他盗用我照片啊，还放到一些黄色小网站呢。有人给我举报说，尴尬。再见到你，关键的第一秒，爱的情愫开始发酵，小心翼翼写给你的纸条，幸福画上星星记号。你像一座孤傲的岛，有自己的城堡，我是上不了岸的潮，也只能将你围绕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一厢情愿是种烦恼，只要换你一次微笑，就算是做梦也会笑。全世界的人不知道，我不在乎付出多少，我想这就是幸福写照，任何人不能阻止我对你的好。哪个字？谢谢礼物，谢谢哭神木木的棒棒哒，谢谢带的棒棒哒。再见到你，关键的第一秒，爱的情愫开始发酵，小心翼翼写给你的纸条，幸福画上星星记号。你像一座孤傲的岛，有自己的城堡，我是上不了岸的潮，也只能将你围绕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一厢情愿是种烦恼，只要换你一次微笑，就算是做梦也会笑。全世界的人不知道，我不在乎付出多少，我想这就是幸福写照，任何人不能阻止我对你的好。哦，发酵是吗？哎呀，我的锅，我的锅，发酵发酵。谢谢哭神木木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大家的棒棒哒。